第二十七章五蕴。本章提示：人的经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因素互相配合而产生的。物质指的是各种物体，精神指的是认识、感觉和意志等等的作用。物质和精神都是无常的，所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到这一点，他就能够以平和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世俗的经验。一，我的概念。在前一章提到，人所讲的我实际上是由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因素所构成的综合体来的，就和汽车的概念是一样的。汽车是由车辘、引擎、车轴和底盘等等所构成的综合体，单单是车辘不能够叫它做车，其他的每个机件也都不能够叫它做车，只有在每个机件完整地装配妥当之后，它才是一部汽车。同样的道理，只有当物质和精神互相配合的时候，才可以说有我和由我所产生的种种经验。佛教对人和周围事物的分析方法很接近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分析法。佛教对于经验和我的分析令人觉得很有兴趣的。佛教将我分析成五蕴，就是色即是物质，受就是感觉作用，想就是认识作用，行就是意志作用，色就是意识作用。了解了我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因素所构成之后，就可以改变人对事物的看法了。这种看法是将经验当作一个过程，并独立存在，而能够了解经验是一个过程，就是一种智慧。二，构成经验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因素所构成的。人所看到的物体，例如说一张台、一张凳、山啊和树木啊等等，都是物质。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骨骼、血液、头发、指甲和牙齿等等所组成的人体，亦只是一个由各种物质所构成的综合体。单单是物质并不足以构成经验，因为经验绝对不可以缺少精神方面的因素。当人和外界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认识、感觉和意志的作用，这些作用呢就是构成了经验的精神要素了。举一个例，当一个人见到一块蛋糕的时候，他马上会觉察到这个物体，然后呢就认识到这一块是一块朱古力蛋糕，之后就会产生喜悦和期待的心理，最后意志力就驱使他拎起这块蛋糕来吃。由这个例子看上来，人可以了解到精神方面的各种不同作用，包括有认识、感觉和意志等等，知道怎样形成所谓的经验了。总而言之，当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到某一些物体的时候，马上会产生一种概念。在刚才的例子里面，物体的概念就是朱古力蛋糕，之后呢心理就会产生喜悦的感觉，这种感觉又使人产生了想吃朱古力蛋糕的意念。就好像一个人见到一条蛇，他即刻就会产生蛇的概念，觉得害怕，最后就有逃跑的意念了。当人见到花、听到音乐、遇到朋友或者拎着一张试卷的时候，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感觉，可能是愉快的，可能是不愉快，亦都可能完全不在意。三，物质和精神的本质。由物质和精神所形成的经验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物质包括人体在内的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树木被斩了下来之后，做了一张台或者一张凳，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可能会变成用来生火的木柴，即使是高山也都会在风雨的长期侵袭之下变成平地。同样，小孩子会长大，而且终于一天会成为别人的父母，
年轻人亦都会逐渐衰老同埋死亡。精神要素好似认识、感觉同埋意志作用，亦都系经常改变嘅。例如话，有啲人认为月亮喺地平线上面嘅时候，比高挂喺空中嘅时候睇起上嚟会大好多。后来佢哋先知道呢种认识系错误嘅。又例如话，有一个人而家亦都好中意某一首音乐，但系过咗一啲时候，佢就讨厌啦。另外有啲人原先有食烟嘅习惯，但系当佢哋知道食烟嘅害处之后，可能咧就会将烟戒掉。佛陀曾经讲过，构成经验嘅物质同埋精神，都唔系永恒不变嘅，佢哋都唔系我。换句说话讲，一切事物都系无常，所以根本就冇一个永恒而独立自主嘅我存在。人错误咁将呢个由不断改变嘅物质因素同精神因素所构成嘅经验睇成系我，就会产生自我同我的等等嘅概念。于是当人喺生活里面经历到成功、失败、荣誉、耻辱、褒扬、贬损、痛苦同快乐等等八种世俗嘅经验嘅时候，往往就会有咁样嘅谂法啦。我受到赞扬，佢羞辱我，或者胜利是属于我的。这些因为人以自我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世俗的经验，结果就会产生希望或者恐惧，亦都因为这样遭受痛苦了。人都希望得到成功、荣誉、褒扬和快乐，但就很害怕遭受失败、耻辱、贬损和痛苦。不过如果人不将这些经验当作我，他们就不会受到这些一切的影响，也不会由自我或者我 的立场来作出反应，而会用不执着、冷静的态度去待人处世了。